这是啥呀？哪儿的呀？没有。谁整的呀？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我没说是你啊。我也没说是你啊。我爸瞅向我就是意思。在这儿的吗？对呀、啊。那咋整啊？拿胶安上啊。就是我。然后做好吃的。上回做的酸奶全吃没了，今天再做一锅。这回奶的直接是一升的，上回那数量没整好。来一包发酵剂，这回做甜的，放点零卡糖。先少来点牛奶给你们化一下。哎呀，你俩画画，别再干起来。有点多呀，这回做的。哎呦，这个牛奶不冷藏好了，冷藏的话做的时间长了。你俩要创作多大的画啊？国画。太难了，真太难了。奶奶回来了。Hello， 你俩啥时候完事儿啊？能不能下去照顾一下我的车呀？啊，对，你也变了呀。嗯，走。走吧。你把这钱花了吗？这个。这个还有。这干啥呀？你逃啊！奶奶出去了。你们敢相信吗？这是我姑娘的拖鞋，我都能穿上，就是我这脚脖小吧。对，咱们去那个商店里拿上充电器，下楼给我车充电去。我们家小区比我姐家小区高档一点，有这种自助的充电。这得充满电呢，我得明天早送姑娘上学。我昨天看有人在这充了，这个亮了，是不是？插入充电器。然后呢？这边投钱。选择插入就投入微信支付。手机支付不好使，刚去超市换了点硬币。3、4、5、6。是第6个吧？好。这玩意太高科技了，我第一次见。按一下6吧。第6度。这不显示了吗？刚才是180，现在是179，这玩意咋算的呀？一次充3个小时，1块钱3个小时是吧？对。好，扔扔吧。塞了2块钱，充6个小时。6个小时几点到几点？他自己调，你充进去了，你管他。行。走吧，上楼吧，继续画画去。